传说摄魂经为武林第一绝学，火刀真小子，如今你走火入魔，体内两道真气互斥，冲断丹田，轻则武功尽毁，重则命丧黄泉。简打开系统菜单，可以看到背包、招式、内功、强。且听老夫指点，先说单套剑法的路数变化。来，以苍明剑法为起手式，接近对手，使出苍明剑法最基本寒光照剑，跟残续幻影飞霜。僵硬之极，寒光僵硬之极，以及跟残风断。僵硬之极，错了错了。
光僵硬之际，做了祭，寒光照起。僵硬之极，错了极，寒光照起，僵硬之极，寒光擦去，幻影飞霜。僵硬之极，错了错了，极寒光照起。臭小子，大师连阵脱逃，却会害死我俩。元神归位，人残风将硬之极，错了错了，极寒根残风断流，根残续幻影飞霜，踏雪收将硬之极，不错，如此可交也。单套，看来这单。使用药物会有反噬。撤！撤！
然是摄魂机。还有王爷，你先招呼着，我得去胖子那儿瞧瞧。好嘞，客官，您这边请。有了，小哥。客官见外，这是小人的本分。听口音，您是打东边来的。不错，我从京城来。嘿嘿，小的早年也去过京城，人杰地灵的，尤其是那牛肉面的滋味儿，现在梦里梦到还会流哈喇子呢。哼，若有缘。京城再会，我请你吃个够。那小的先谢谢您了，您先进客栈稍坐，掌柜一会儿回来，有啥需要尽管吩咐啊。好。三分情，会变，三分情，七分骗，天会黑，人会变。我随便看看。江湖路远，有缘再见。看样子大伯今晚要变天了。怎么还不来？怎么还不来？姑娘，先找个地儿坐。不回这二人故意压低声音，定是这二人故意压低声。这二人故意压低声音，定是在商量什么隐秘之事。这二人故意压低声音。这二人故意压低声。凌霄阁上玉云山，无量天尊玉虚十三间，凌霄阁上玉云
这二人故意压低声音，定是在商量什么音。这二人故意压低声音，定是在商量。这二人故意压低声。这二人故意压低声音。